在刚刚给你们看看我粉丝给我发来的游戏截图啊啊，这咦，等一下，这是我，这一点大小能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吗？粉丝还跟我说了，这游戏没做完，作者就被抓了，那想必必然有什么过人之处了。咱们小再一点，直接开始。哦，这么大，叫我爬到他脚趾上来，这不奖励我吗？果然啊，特别的奖励，哈哈，哇哦！不过话说，我能走捷径吗？哦，走不了，有点可惜。不过我现在这个位置是在教室的课桌上。这是啥？那，吓我一跳。不过袜子，我应该不会真金感染吧？这前面是没路了，但是咱们还是走流程，看看是什么奖励。熏得我眼泪在嘴里打转。虽然他这游戏没做完，但是你不得不说，这作者老哥绝对对这玉竹那颇有研究，脚上的纹理，甚至指甲盖的小零食。等一下，小零食该不会是为我准备的吧？我跳！哎，果然在自己喜欢的东西上是可以激发潜能的啊！这么高的地方，他说跳就跳，这边上来，哇！这一对比，我发现我还没苍蝇大吧？好嘛，现在又翘脚，让我们继续爬。不过问题不大，倒不是因为玉竹，只是我单纯喜欢征服高峰啊！看我这双手丝丝入扣，就知道我是个啊攀。嘿，上来了啊！哎，这干嘛？你玩上瘾了是吧？给我整这么高难度，你不能因为我喜欢玉竹就这样羞辱我，我很容易停不下来呀、啊！我他妈来了！OK， 继续啊，看我这边爬啊，他还在边上打气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啊，这最后的奖励是啥了？哦，上来了 ，OK， 看看啊是什么特别的奖励啊？袜子，哦，这个同一个玉竹，但是不同的触感。但是真正的奖励怕不是在这个自由活动里。 OK 我来了。哎，这怎么还有空气墙啊？这最后一关体育馆也是作者未完成的关卡，没啥惊喜，只是做了个人物建模和地图场景。而且你这人穿模也穿的太严重了吧，这手跟身子都快长一块了吧。但这视角说实话啊，确实有点怪。不过这作者进去了估计也没办法更新了，只能靠各位想象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非常感谢各位收看，就这样，拜拜。